Hello， 大家欢迎来到 G Channel， 我是竹子。该这边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关目前各游戏中各系最佳进攻打手的排行榜。到底各系里面呢上榜的最佳进攻手都有哪一些宝可梦呢？然后由于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们将会把这部分分为上篇以及下篇来跟大家分享哈。首先是跟大家分享上篇的，马上来看看各方面的内容详情吧。好了，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来看看。首先有虫系方面最佳的进攻手，上榜宝可梦其中包括有超级大针锋，然后暗影版本的凯罗斯或是大甲，暗影版本的巨千螳螂盖诺塞科特，暗影版本的飞天螳螂，然后普通版本的凯罗斯或是大甲，骑士蜗牛，普通版本的巨前螳螂，远古巨蜓以及赫拉克罗斯。再来二系的最佳打手方面，其中包括有超级阿波索鲁、超级黑鲁加、平民神宠暗影版本的班吉拉斯、暗影版本马纽拉、暗影版本的乌鸦头头、达克莱伊，还有就是超级形态的暴鲤龙、超级形态的耕鬼、暗影版本的黑鲁加、伊培尔塔尔、平民神宠三手恶龙、普通版本的班吉拉斯、近期新登场的沙鲁德以及就是暗影版本的阿伯索鲁。龙系最佳进攻手其中包括暗影版本暴飞龙、暗影版本的快龙，然后超级喷火龙 X、 裂空座、帕路奇亚、普通版本的暴飞龙、平民神宠利奥路沙、杰克罗姆，然后呢蒂亚路卡、莱西拉姆以及普通版本的快龙。电气系方面有上榜的分别有暗影版本的雷公，然后同为暗影版本的电击魔兽以及闪电鸟、超级雷电兽、超级电龙、杰克罗姆、暗影自爆磁怪，然后雷电云、雷公、闪电鸟、电击魔兽以及就是自爆磁怪。妖精系方面分别有暗影版本的沙奈朵、波克基斯、普通版本沙奈朵、仙子伊布以及布鲁王。格斗系方面呢，最佳打手上榜的有暗影版本的怪力、路卡里欧、修建老将、普通的版本的怪力以及铁掌力士。另外斗笠姑、暗影版本的胡蒂、暗影版本的艾露雷朵以及火焰姬方面也有上榜。火系方面其中上榜的有超级喷火龙 X 跟 Y， 然后暗影版本的炎帝、莱西拉姆、暗影版本的火焰鸟、超级黑鲁加、暗影版本的喷火龙、暗影版本的风速狗、普通版本的达摩狒狒以及炎帝、火焰鸟、暗影版本的鸭嘴火兽，然后席多兰恩、暗影版本暴飞龙、水晶灯火灵以及火焰姬都有上榜。飞行系方面呢，则有暗影火焰鸟、超级形态的大鼻鸟，然后普通版本火焰鸟伊培尔塔尔、暗影乌鸦头头、暗影姆克鹰、凤凰，然后裂空座、露奇亚以及普通版本乌鸦头头、勇士雄鹰、普通版本的姆克鹰、高傲雉鸡以及龙卷云。今天最后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幽灵系的最佳打手排行榜，上榜宝可梦其中有超级耕鬼、奇拉蒂娜的起源形态、水晶灯火灵、普通版本耕鬼，然后暗影诅咒娃娃以及暗影梦妖魔。好了，那以上就是有关目前购游戏中各系里面最佳的打手排行榜。那至于下篇部分呢，我们应该会赶在接下来的这两天里面呢，尽量就是完成然后上传跟大家分享。好了，影片先差不多，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影片做言论呢仅供参考，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按赞分享还有打开小铃铛。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说也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Monster, I will whisper.